fire in my head, got me on edge. I'm going out tonight. Faded on a thread, don't know what's next. I wanna feel alive. I kissed a stranger in a white dress. She put a crown on top of my head. Said every king needs a queen in his bed. I said, hey, girl, hey, girl, I'd like to stay here for a while, just you and I. Far from the places we can't get away from. She said, hey, boy, hey, boy, I like your style. I'll let you play me for a while. Play me till the sunrise. Why? 哎，好像太大声。喂喂，嗨，扁扁，哎，扁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刚刚我在挂了台的时候看到你。嗨，本岛，嗨，企鹅，嗨，高高，白痴哦，刚躺下就震动，卡莉晚安，白痴哦，开玩笑，我就是侦测到有人要睡觉了，我才开台啊，别跟我开玩笑好不好？什么？什么？李亚堂？谁？李亚堂？谁？你说李亚腾吗？没有啊，他已经很久没有来了。真的很久不见哎、欸，好久不见啊，扁扁，扁扁很久不见，我终于有机会遇见大家，你们都太晚睡，真的，我们这还因为时差啊，我现在还在彼得堡，所以大家都被我就是作息破坏。嗨，吴大日啊，你说空空台吗？对啊，我说空空台，我刚刚有挂在空空台一阵子，然后我有看到你。所以今天遇到算是一种巧合吗？可以算。我今天比较稍还比较早开、欸，蛮早的。感谢扁扁 host。真的是一种巧合，因为平常通常都是凌晨一点多或是两点多才会开。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嗨，鸟，我是不是要感冒啊？我觉得咳嗽会有一种那种脏东西的味道，什么东西？脏东西的味道。嗨 ，OK，OK， 人被 TZ back 圈粉，怎样？为什么会突然被他们圈粉？你听的什么？多喝水，没事多喝水。有啦，今天还蛮长，还喝蛮多东西的哦。今天中午继续把我的那个昨天吃完的，千层面。继续吃，继续烤来吃。白痴哦、喔。然后今天新室友他中午煎了那种美式松饼，他煎第一片最好看，结果他就把它吃了，没有拍照。然后他煎了两，后来他煎了两三片之后，发现好像都没有第一片好看。什么？本岛怎样？不是已经什么？本岛你想说什么？说清楚。之前就听过 UOC， 今天找了他们其他歌来听。是哦，我比较少听。中文很少，所以我有听过你们听过的歌，我觉得还那应该就是应该说少数。想吃老板柳橙汁内用，哎呀，好会哦，扁扁。嗨，紫美人，嗨 ，Josh， 好久不见。
今年一月多，贝斯手就已经离世了。哇，真的好了解哦，我没有在 follow 啊。好，马上来之类的哦，怎么样啦？明天哎，等下太快了。明天迟到要写原因，就写你网址。哎，不是哎，你那个为什么我的 alert 为什么每次都稍纵即逝啊？开玩笑哎哦，感谢干哥哇，八个月你也要准备生了。明天迟到要写原因，就写你网址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你不要这样子。就是那个什么，你主管才不会收嘞，什么鬼啊，什么 now 什么 no， 然后念不出来。嗨干哥，你才不会迟到嘞，你不会迟到啦，放心好了。这是之前的下八梗，我会不会下地狱？哎，我不知道哎，这是什么梗啊？完了，我到底在干嘛？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自己调延迟啊！我有调延迟啊！我调了快30秒哎！啊，他就是不理我，不理就是不理。还有那个图片就是稍纵即逝，气死我了！嗨，安然然，干哥然，你要准备去睡了哦，12点半了，我觉得你等下晃一晃，你就要去睡觉了。扁扁的柳橙汁哦，整段字好柳橙，超级橘的哎，之内的那段字超橘。等下我觉得我音乐是有点大声啊，有点大声啊。好啦，我们今天要玩游戏，其实我之前已经玩过，叫做 A Bird Story。我刚是A Bird Story， 什么？好啦，明天帮你用。哇，好燥哦！哇，燥瑞克流感受不了哎、欸！艾瑞克燥感，艾瑞燥六燥燥，艾瑞燥流感。卡利台 IT 是你哎、欸，对，我应该要打一个副标题，我要打个副标题。哎、欸，你不觉得？等一下，说到编码，我让你看一下那个整个的那个感觉不一样。是不是还要帮你改编码器眼神是不要这样了吗？谢谢我加感谢状。我先帮你开，我要不是先帮你啊，白痴，我要先开 A Bird Story 让你看一下那个解析度。你们没有发现我的台解析度变高了吗？你们没有吗？都是因为干哥哦，都是因为艾瑞克哦。欸，白痴哦，你先听我讲，我是刚好，我不是本来就不会盾的游戏，好不好？我今天有玩 DST， 我不会卡，而且我还可以高清，都是因为你。看是不是？哇，干哥最燥哎、欸，赵瑞克，爱赵克，赵瑞克比较顺，赵瑞克，你灯不要照我，你赵瑞克就好。我是这什么星系名体啊，丑死了、哦、星系名体我不要，华康中原体不行吗？可是华康中原体它是，那你干嘛还让我选啊？你跟我开玩笑哦。微软正黑体好像也只能选微软正黑体了。来，是不是 A Bird Story 一个鸟故事？谢干哥卡利，不对，谢卡利干哥，卡利台观众太可怜了，一直看投影片啊，靠呗。这么白痴哦、喔，结果我还是找不到我的指甲刀，我已经折断3只指头的指甲，太痛了吧！
怎么办？你直接去商店，你直接去商店买一个不就好了？那这样你就不能开小书房了，你要怎么办？还是你是想要留指甲，明天去戳那些这边碎嘴的？好死了！他是全荧幕啊，白痴哦！不要啦，不要两个音乐混在一起啦，不好听啦，不好听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技术组，对不起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看不到动画，尴尬死了。开台最尴尬的事情之一，有音乐，没画面。他没有那个他没有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有了，等一下，有点尴尬，因为。我把设定按出来，但是，等我一下哦，Keyboard General， 为什么没有？它都是全萤幕哎。不要闹啦吼！等一下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又微软正黑，外国人刺青用中文字也用星星名，你丑死了！微软正黑，有，用了。台主可以唱地字吗？鸟故事，我会唱走音呢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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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白痴哦，唱错了啦，靠北。LTIN 试试看，对，我记得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它变成痔疮，但是我每次都记不起来，我一定要记起来。可以耶，我可以了，等我一下。刚好卡在最下面的，你看这个，感谢干哥，赞叹干哥，是不？哇，这画面游戏真棒啊！我要把它缩小，缩的小小的，然后这样子，有没有高清？不要开玩笑，我拉大一点给你们看，有没有高清？台主可以唱地字吗？鸟故事，精美的游戏画面，这是婚教，婚教，我不会。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婚教听起来很好吃，对不起，我要拯救你几次眼神，你不要，你不要眼神死，你不觉得救了人就很棒吗？请我吃饭吗？好，请你吃饭，你要吃什么饭？卤肉饭、肉燥饭、鸡肉饭，还是请你吃蛋饼？这不是我说的哦。你想吃什么自己点好不好？毕竟你这么照顾我的份上，我倾家荡产偷妈妈信用卡偷爸爸钞票我都请你吃饭好不好？谢谢好啦，不玩了，我们要做正事，这样子可以吗？这画面会不会很差？算了，我先玩玩看好了。有没有人要看我的画面？不觉得很漂亮吗？你要看啊，看我的荧幕。我看一下我们现在是多少。我想一下哦，调画质的地方在哪里啊？我从来没有调过画质，是不是 768P 耶？没有跟我开玩笑，靠背啊，闭嘴。是不是？好啦，不说了，我要来玩了。
好，今天要玩 A Bird Story， 然后之前已经有玩过了，音乐太大声吗？之前有玩过，但就是等一下，然后有点大声。好，之前有玩过，然后我会重玩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它，我忘记把那个，忘记把 VOD 存下来，所以我就想说再玩一次。然后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剧情选择哦，干，等一下我都忘记了，哎，白痴哦，超多的哎，我确定要现在玩吗？有点想睡了。这是我之前玩的，然后它总共有，哎，这是几个章节啊？六七八八个章节，然后好，上下左右好 ，ESC 好，哎，不是那个啦，不是这个，不是，我把它关掉，赶智障死了。我猜我今天晚上会梦到新入股。哎，对，高高买了新入股，然后他刚刚一玩就玩五个小时，他问我是正常的吗？我说正常的，正常的。为什么会特地挑768P 呢？没有，我没有特别挑的，是电脑本来就只有这些可以选，可能是笔电的，我不知道，是笔电的关系吗？就他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只有，这是最高就只有10，然后乘768P。刚开就想睡，我这台是哄睡台，大家都去睡啊。嗨，海猫，好久不见。我也觉得自己快睡了，晚安，明天上班排名啊。欸，咔嚓，好。就笔电解析度，真的，这是我最高的哦，最高的解析度了。笔电不是宽萤幕，我小巧欸。新入股差金时光精神屋，精神时光屋全真的，我新入股，我看我时速已经大概200多，但是我忘记多少了，200忘记多少。那就没办法了，怎么了？怎么突然问了？你是说想要再低一点吗？我们今天有个小男孩，我记得他这款游戏会之所以会让人家想睡，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一句台词，不像之前的 To the Moon， 所以大家想睡是正常的。就想睡的话，就不要那个。你现在用哪一组编码？我现在还是用那个对 ，Quick 那组，因为我后来发现，因为我本来想说要用 Quick 或是那个就是之前那个试试看，我发现 Quick 比较好，就是比较不会卡什么的，所以我就干脆都用，就是我后来就用 Quick 那组来测试。像小男孩，这是他房间，之后有一款就是同样一个工作室。他们出的新的叫做 Fighting Paradise， 你会发现跟 A Bird Story 是有相关的。好，就你可以看到刚刚小男孩他放了一个飞机纸飞机。嗨，熊日安，干，这游戏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没有台词，干。我今天想要去吃泡面。我想要喝汤面。难得放假可以看到实况。恭喜放假。好，我现在要走路。等一下，欸，我现在是倒着走欸。而且我每走过去，它的那个灯就会闪掉。这不是恐怖游戏，
我怕如果你们会怕的话。我觉得是一个小男孩的故事，你会发现，那小男孩有够可怕的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可以，这边有个，他是叫我走过去吗？吃都吃，我等一下想要喝糖面，我想要吃糖面，开心。听仔，我心路谷每天出门，就是去找地洞，真的，他每天都去地洞，然后打到最底层之后他就不玩了。什么不是恐怖游戏？转台转台，坏，转台就转台。嗨 UQ， 好久不见，安安。今天差点被史莱姆揍死，超可怕的！我每次去地洞都觉得很可怕，就是因为你知道，它到后面会有电梯，可是电梯是每五层每五层。好，我是坐在最右下角那个小屁孩，他现在上课，然后他不知道冲哪一角。还有他把手放到桌子底下。然后在那边做白日梦，看到很多的，那是松鼠吗？好，他左边的同学一直在叫他，白痴哦，上课还在那边站起来，老师他站起来啦。然后我尖尖的那个飞机头刺到老师的屁股，哇塞！干，左边是小屁孩，而且老师都已经12:15了，你为什么不下课？你为什么不下课？你为什么不下课？干，白痴哦，智障同学呗！干，气死我了！当低三玩，真的是当每天都在下地洞，小秘境，干嘛、啊？没有字幕，感觉小精灵怨念好重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字幕，大家就会更没有代入感，然后就会我可以走了吗？然后就会更想要睡觉。这游戏好像 To the Moon 同一个制作团队，也是 Finding Paradise 的制作团队。所以我才打算之后，当然不是，我会先买啦，但不会先玩。Finding Paradise， 我就是要走这边。他走好慢啊，他可以跑吗？他不能跑。我才不理你。我花太久时间了。我记得之前不会就是。就是不会被老师叫走。你看他们那些那个置物柜都变成树了。然后我们好边缘呢，我没有朋友。我的天啊，自己跟自己玩，就是你玩 DST 自己玩的感觉。自己如果你碰到他们就会消失那我还不把你们都移除掉，走开。可是之后还会长出来。所以熊你有玩过，熊你有玩过 To the Moon 吗？恭喜企鹅七等，没在讲话的人竟然可以七等。好恐怖，都是影子。别怕，高高，这不是恐怖游戏，这不是，这是温馨小品，温馨小品。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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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鹅，那是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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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鹅。恭喜鹅，七等。我会走在路上会被车撞，好可怕。这个游戏就 game over。是要进来吗？152这是哪里？
这是我家吗？等一下，你刚刚说一个人玩 BI2 是在嘴我吗？白痴哦，不是啦，我是说一个人玩别一起 I2 好不好？我不是说你，你有朋友啊，你有我们啊。好，我跟旁边那个人一起了，好可怕哦，赶快跑出来，不然他等下把我杀了。152哎，冰雅哎，靠边啊，这是我家吗 ？Knock knock， 不是。哎，你那个电灯不要一闪一闪的啦，是没？呀，那是，靠北，我以为是写字，白痴哦，写考。好，我回家了。我没有嘴你，我哪敢嘴你？你是干哥哎，大哥哎，我们的偶像。别一起挨饿跟别挨饿讲的好像不一样。因为别挨饿一个人可以啊，可是别一起挨饿要一群人。好，他踢了踢他们的墙壁，然后看了一下他们家的冰箱，他们冰箱好可爱哦，很小哎、欸。他上面写，等一下我近视有点深啊，看不到，白痴哦。这家还有电梯，我觉得可能住很，就是。哎、欸，爸爸妈妈的房间，可能大楼吧。啊，这不是探索游戏就是了。好，哎呦，干嘛？他干嘛？我要出去，为什么他不让我？白痴，太可爱了吧！我还没有去那个。哦，他玩完。哎、欸。这里可以开灯欸，真好玩。哦，好，没有什么。他们家没有洗手台欸，好特别的家哦。好，回家，来回房间。我也有自己 BI2 过，其实我也有，今天就自己 BI2。我之前还有自己玩 BI2。但是我只玩到冬天，因为我觉得好无聊。等等，新同学吗？我突然不知道又是谁。糟糕，又是之内啦！恭喜之内两等。这是我的床欸，好可爱哦、喔。所以他现在要我干嘛？写功课吗？我之前有自己一个人玩过一起 BI2 单人，然后就觉得好无聊。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，就是大家一起收集物资什么的，就这样子没了、哦，这样子没了。所以我现在是可以去上床睡觉吗？还是怎样？现在要干嘛？糟糕，为什么我连这个游戏也可以卡关啊？这是一个富少爷没朋友的故事吗？可以耶，有可能哦。怎么办啊？不是，我已经在那边了，你为什么？哦，冰箱啦，真的是富少爷。我觉得可能就是没有兄弟姐妹又很无聊吧。看他这个游戏。好，我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电视。这其实跟我小时候的，我国小国中，高中就算了啦。国小他想要去读书，好，国小国中。回家的模式差不多啊，就自己回家。然后看书，做自己的事情。然后吃东西自己用。
通常可能晚，如果晚一点睡的话会遇到爸爸妈妈，那如果早一点睡的话就会看不到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我自己玩 BI2 是玩剧情模式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我有看到，而且很强欸。你之前玩那个 BI2 就是不能死，然后要度过春夏秋冬。我大概玩一开始我就死了吧。之内容量从铝箔包变成新鲜屋啦，变太快了啦。那你知道要变成现炸的吗？变成一大桶现炸，然后之后直接变成柳橙，变成果实。好，这个小屁孩要写功课写到睡着，然后隔天，等一下还没有洗澡吗？不行哦，你这样不行哦。有剧情模式哟，不过是单人的，就是不是 Don't Starve Together， 是 Don't Starve。闹钟，他真的睡着欸，这小孩怎么那么可怜啊？睡在书桌上，然后他没有换衣服，然后他的衣服是已经臭到发黄吗？所以他刚刚现在要干嘛？他笑了一下，然后我不懂，这是什么啊？我知道了。哦，妈妈看到，等一下，妈妈都看到他已经躺在书桌前睡了，为什么只帮他盖毯子，没有把他抱到床上去睡啊？那有个遗憾，永夜不小心启动了 bug。哎，他要我干嘛？我没有看到。吃早餐吗？还是不是？哦，拿书包吗？你启动什么 bug？没有看到欸，永夜不小心启动了 bug， 单机版，我也没有买单机。欸，你没有拿书欸，小朋友。哦，你要拿书，好啦。Don't starve to 剧情 ，Don't starve 剧情真的难，我也觉得很难，我觉得很可怕。其实我觉得就算是一起 BIO， 我就已经觉得已经够可怕了。最后会变成一棵柳橙树，是马，它是那个马芬欸。怎样？现在怎样？现在出门了是不是？单机版的 Don't Starve， 开启一般游戏后，在游戏里面可以找到麦斯威尔的传送门，就可以进去剧情模式，要活过六个世界，比如说永冬、永夜等等。好，欸，出门就直接不用哦，要求靠腰，对不起，害我不小心骂脏话。绿红灯啦，白痴哦！哇，一下子就走到学校门口欸。比如说 ，DST 到冬天都会被骂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到冬天都会被骂？永夜不知道为什么启动了满月，一直没天黑哦。欸，好赞哦！好幸运哦！可是永夜我觉得好难哦，你要一直永夜会天亮吗？还是他完全就是黑的，就跟弟弟一样有气儿哦，真的哎，每次冬天都会哦，气儿来了啦，白痴哦，不然就是哎，白痴哎，你三小啊，你这臭婆娘，超凶！你那边踢小孩，有没有大脑啊？你这样还配当老师吗？开始乱骂了，白痴哦！你看，好，企鹅飞过来了，哦，白痴哦，企鹅把我撞死了啦！吼，哎，企鹅在护它的蛋啦！哦，又有企鹅了啦！就都是这样子，想偷蛋不会，就是一直摸黑走，所以你要一直就是。保证自己的好，你想跳是不是？我也很喜欢跳水欸，跳这个小水坑。
好舒服的声音哦。所以你要一直就是确保你自己有足够的材料做火把或是火堆就对了。好难哦。我还没玩完一张欸，对不对？我的天啊，等一下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树在动啊！企鹅突然出来，真的会吓一跳，真的会吓一跳。而且，就是企鹅的攻击力很高欸。之前我常常我没有要偷蛋，我只是不小心走过去，然后你知道他们那一群企鹅，他们都会就是在那边蹦蹦蹦蹦蹦那边撞来撞去，我就不小心被他们撞到，结果我撞两下我就死了，直接死。超夸张！等一下，那是什么？是一只鸭子欸！哦，不是，它是鸟。哦，对，它都说是 a bird story 了，靠北。所以它刚刚在就是要咬它，要吃它吗？好，小男孩跟我们今天的主角那只鸟相遇了。然后那只鸟有点怕，因为它怕就是对它干嘛之类的。好可爱，鸟鸟在喝水耶。我其实蛮喜欢那一部分耶，就是有小溪，然后又我可以去找你吗？哦，不行，好吧好吧，拜拜。可是我要怎么办？我怎么把他引过来？你要我怎样啊？那我出去咯，又不能靠近你。晚安晚安。好啦，刚割完一点了。白痴哦，还在拉大便吗？这是他的大便吗？还是哦，不是，那他宝宝。晚安晚安。之前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。大家明天都要上班，上班的晚安，干哥晚安，高高晚安。别爱要玩太多，什么都要杀。真的，我看到动物就是怪兽肉吗？大肉吗？晚安高高，晚安晚安。哎，我的那只鸟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在一阵混乱中，它不见了。嗯？哎，它在我包包啊，好可爱哦，白痴哦！它在我包包哎，好可爱哦。所以这就是他后来把那只鸟带回家，跟他相处的由来。哎，哦，好酷哦！他利用这点，然后去树会变哎，他在指引我去一些地方之类的。我还没说好可爱，傻屌，不行啦，没有啦。哦，我要带他去那个动物医院。嗯，没有人回我，好可爱，傻屌，好可爱，物理他锁住了。好吧，那我就走回家。其实老实说，我没有带任何小动物去看过医生。我除了我们家塔口啦，就是我没有在路上捡到动物，然后带他们回，就是带他们去看医生过。这个轻松小品色调很不轻松呢。有啦，很轻松啊，其实很轻松。你等一下看，可能是色调关系吧。它就是比较灰灰暗暗的。哎，不能带小动物进去耶，糟糕，太紧张了吧。我想捡到1000万。哎，白痴哦，吓我一大跳。我想要捡到，我也想捡到1000万，可是1000万很难捡欸。
而且还要等。我想要好好工作，我想要先把我的论文写好，写完让我毕业。好，这只小朋友捡了一只鸟回去。这只鸟，什么啦？这只鸟拥有了一只小朋友，小男孩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家。你爸妈不会在家啦，不过我觉得他这个格局，我想到哪里怪怪的了。也不算是哪里怪怪，就是其实也还好，也没有到怪怪的，就是因为像我在。他信上没有写东西，因为像就是我们家的每一个房间，我想一下是不是每一个房间，厨房、客厅，然后三间房间，然后两间浴室，只有一间浴室没有靠窗，没有靠窗户。其他的全部都有窗户，所以我就会很顺其自然，觉得每一间房间应该都要有窗户。不，我觉得会很暗，我觉得很可怕。厕所当然不可能，不太可能会有窗户啊。可是我们家有一间浴室是有，还要喝水是不是？有一间浴室是有窗户的。我觉得这样子采光就很棒，我就蛮喜欢在那一间洗澡的。它不是很大的窗户，它就只是有气窗，然后比较高，然后就是因为刚好又向阳，所以就会白天的时候采光就比较好。怎么了？嗨嗨，乐乐，我发现我把 events 关掉。嗨。乐然，我也想捡到1000万，给教授100万就可以毕业了。不要，我干嘛给他100万？我才不要给他100万，100万我要自己用的。100万可以做很多事。好，鸟给你，禽类喝水。鸟要怎么喝水啊？鸟需要喝水吗？他要吃吐司，好，我去拿吐司给你吃。废鸟。好可爱哦，妖怪给谁？难念哦，妖怪给谁？我一直被 Q， 觉得很惊慌，很惊慌屁哦。吐司，好，给那只鸟。好了，我帮我讲禽类好不好？给那只禽类，不要惊慌，不要惊慌。好，禽类请吃。白痴哦，禽类不见了啦！你看吧。可是等一下，他不是受伤吗？他怎么飞？他怎么飞啊？鸟没有那么笨吧？白痴哦，他变奇异鸟了啦！奇异禽类。他变得好可爱哦。太可爱了吧，哈哈哈，好烦啊，好可爱哦。好可爱哦，他们玩起来了，跟一只鸟玩的男人就是怎样哦，吧，好可爱，他还可以叫我把它剥掉。要按上下跟左右哦，这个操作我可以，这操作我觉得很可爱。100万可以吃50块的盐酥鸡20000份，真的哎。好，他把它放在阳台了，他要去睡觉，真可爱。禽类在这，
吃饭团。我想吃饭团，而且我一直觉得我想吃吃看那种日式饭团，就是三角形的那种，好大份哦，很奇异。哇，鸟故事，嗨瑞秋，之前就已经玩过了，去年八月吧，回台湾的时候玩的。不过我想，因为我忘记存 VOD， 所以我打算再玩一次。男人最爱玩鸟了，讲什么？你在讲什么？可是也有人不养鸟啊。等一下，遥远的比方，哦，他们有四只哎。等一下，那月亮就会出现一个小男孩在钓鱼。开玩笑的，这个画质我比较担心，往后小精灵会不会自己调整？什么意思？这个画质很差吗？等一下，可我觉得还不错哎，讲清楚哦，是很差吗？我看看，那只鸟在睡觉，它还在这边，画质很好啊。很好，很棒啊！那你说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能会不会自己调整是什么意思？起床喽！那只鸟吓一跳哎、欸，笑死！不对，禽类，那只禽类吓一跳哎、欸，笑死！就是担心你之后网络不行，或是实况的游戏很吃效能。不会啊，今天这个编码是我自己调的。是我自己测试调来的，没事没事，我可以的。我如果不行，我再问你们。哎、欸，那只鸟跑来房子里抓我哎、欸！等一下啦，那小男孩要干嘛 ？OK， 奇幻。OK， 很奇幻，很可以。你不跟我说你要走哪里，我怎么知道？这小男孩是双鱼座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应该是要走去走去上学。这游戏。哎，不是哎、欸，我们要去带他去看医生。好，医生麻烦你了。可是我觉得他还可以飞啊，为什么他要这么紧张？就是他要这么紧张，他会怎么样？小游戏虽然没有什么，什么水杯在哪？是哪里有碗啊？是这个吗？哦，这个虽然没有对话，如果以观众来看的话会很无聊，就是也不算无聊，就是会没有代入感，没办法很。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要水壶吗？是这个吗？哪里呀、啊？还是包包？什么？我没有看清楚。这哪里有啊？这是望远镜吗？那是镜。哦，要去那边，白痴哦。这个哦，绷带，那是绷带，绷带。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小互动，我觉得还蛮好的，幸好，不然搞不好连我都会睡着。我想想，我等一下要吃泡面，我要吃汤面。我现在有阿舍不是汤面，所以不要。然后大干面也不是什么鸟，然后医院怎样？
什么？他把包包丢给我，然后呢？哦，他要我回去，然后说鸟要在这边住吗？禽类要在这边住？哦，那小男孩一定不想跟他分开啊，怎么可能？小屁孩都不会想要跟鸟分开耶。什么？哦，他要去睡觉了。哎、欸，你们不要乱来啦！医生说什么，你们就干嘛，真是屁孩、欸。还是不是？他要给我笼子，我们真的不见了！天啊，医生生气气，等一下，不见了，他还没付我钱，难道我是义诊吗？气死！等下跳掉了，好，死屁孩，你还没有付我钱啦！我觉得他会追他，一定是因为没有付挂号费，没有付医药费。他的手手，对不起，不是手手，对不起。等下不然等下有人要又要追我，他的翅膀好不好？他的翅膀，他的翅膀。他也想飞，他也想飞，他也想牵下去，怎么办？所以我们现在要怎样？工具人，嗨，小光，小光，好久不见，日安，安安。好，早上7点，这小屁孩刷牙洗脸，然后跑来这边玩鸟。丢一个，好像丢的诶、欸，好可爱啊！怎么可能啦，卖萌哦。好，这是等一下，这是怎样？这是柴犬吗？这是柴犬吧？好，我跟鸟怎么样？他要去接，然后把，这就是所谓的，等一下怎样？哦，我要丢，好。哇，你把那只禽类当狗诶，太可爱了吧！等一下，这边太美了吧？还有瀑布哎、欸，小瀑布，好梦幻哦、喔！这是客厅，我们家的客厅。你要再玩一次了，是不是？不要站在电视机上面啊，禽类，下来！重点是他儿子。他儿子养了一只鸟，但是他妈妈却不知道吗？或者他爸爸却不知道吗？我一直很在意爸爸那部分。他在学校没有朋友，我觉得养一只鸟也算是交了一个新的朋友。哦，我们要。我们要比赛吗？可恶！那只鸟太可爱了吧？它知道它在打喷嚏。去捡。你有翅膀，你给我用飞的过来啦！真是的，啊，好像感觉很像我跟 Taco 之前的那个。哦，他带他的鸟去上课欸。同学，等一下，你要出去干嘛？还在上课，同学。
你喝绿色的耶，开心开心果口味。之前也是国小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很忙，哇，恭喜小光三等。然后后来 Taco 也是 Taco 是大概我国小五年级的时候，等一下，那只鸭子透明的，就哎、欸，等一下等一下，白痴哦，吓我一大跳。就是国小五年级的时候来我们家，他该不会要我跟他做跷跷做跷跷板吧？有鸟，有鸟，哇，有鸟！教室外面是网路，也太狂，什么意思？教室外面是网路，也太狂。还是你说马路、网路还是马路？然后之前对我讲他 call 的事情，就是国小五年级来我们家，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小朋友、小狗狗的时候就很小，我觉得大概就是大概一两个月吧。我觉得大概一个月而已，以他那个样子来看。马路，对啊，超狂，它就是场景会变来变去的。上月球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，没有错。首先你要准备很大的那个泡泡水，然后跟很大的泡泡水的那个就是吹泡泡的模型。等一下，我忘记你要买什么了，我没有看啊，吐司，好，吐司。我可以买哦，他拿中间那个，好可爱哦。再拿一个好了，怎么样？然后，等一下你还没结账，你就要出门是怎样？他不让我动了，等一下啊，白痴哦，把它关掉。好，好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谁是 Taco 哈？小光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家的狗啊。我刚才讲我们家的 Taco 靠北。就是我们家的狗，就是那只哈士奇，它叫 Taco。哦，名字取得好像人，真的吗？ Taco 很像人吗？我本来想说之后可以就是看养了什么，看找了谁当新家人，然后把他取名叫 Yaki， 这样子一起叫就变成 Taco Yaki 了。嗨，鸟鸟，欸，这跟我的鸟不一样欸，这该不会是他的妈妈吧？真的吗？是吗？二哈，然后之后就是基本上我能想象得到，我一直觉得可能是因为国小时期也太早了，所以现在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一大半都是跟 Taco 在一起的，总觉得他之后还是会一直陪着我，但是你慢慢长大也知道这不可能。嗨，安安，我第一次看台。嗨，将军日安。欸，将军你很晚睡欸，现在一点了，你明天不用上班或是上课吗？今天怎么了？今天怎样？今天星期天哦，对不起，明天星期一了。今天星期一怎样？还是今天领薪水？章鱼烧觉得饿，我也超想吃章鱼烧的。Takoyaki， 今天公休，谁今天公休？你说章鱼烧吗？还是你说你今天不用上班？等一下，黑屏没有画面。哦，我来到阳台了欸，什么意思？他要干嘛？他
拿了他的笔记本，他是要念书给他的鸟听吗？他放了一张纸在地上，今天公休。他撕了第二张，又放在地上，又撕了第四张，又放在地上。他那纸很会粘，很粘呢、欸。哦，他浪费纸啦，白痴哦。哦，他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很大张的白纸就对了。真的是游戏耶！他很吐槽说，这样拼起来也不会粘起来的，不行不行，好可爱，好大张的纸哦！他刚好撕完最后一页，飞天毯，真可爱。我朋友都叫我丑人屋，我朋友的名字不是叫水。谁啊？就是阿外，好可啊！他折成纸飞机。等一下，可是那只鸟不是会飞吗？哦，他翅膀受伤，所以他还是没办法飞。他们要做一个很大的直升机，不是直升机，对不起，我把它型号弄错，做一个很大的飞机。载具搞错了，对不起。做一个很大的纸飞机，然后飞去不知道哪里。今天不用上班，再见。恭喜，不是恭喜，对不起。今天公休，今天不用上班，那很好啊。哦，我要往前飞，是不是？将军晚安，拜拜拜拜。什么？他叫我飞上去一点。哦，可以加速欸，全速前进。我们现在经过了，哦，好亮哦！等一下，我要瞎了。好，我们现在飞过了高山，教我怎么折直升机？讲错啦，白痴哦，讲错哦。全速前进，我不知道飞多久。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哪里有？你要什么？什么花？没有花啦。哦，这边有东西是不是？哦，有鸟巢。看一下。哦，他们在找他的家，他在找他的家。原来如此，是吗？那是鸟巢。好，我们现在刚刚飞过高山，这是海边的。啊，发现也不是他的。算一算，我已经快五年没吃过章鱼烧，也太久了吧。算一算，我上一次回台湾，我好像没有吃，喂，我忘记有没有吃章鱼烧了。好久哦，我很喜欢吃章鱼烧。这是沙漠的，然后呢？是吗？也不是哎、欸，没有鸟，感觉它应该是。一般丛林的鸟嘛，不是丛林啊，就是那种一般的森林。然后这边是森林的鸟，是这里吗？感觉也不是欸，我好喜欢这边哦，我很喜欢这种山涧，在森林或是在山上的山涧。最后一个。
我很久没有吃章鱼烧跟那个车轮饼。哦，这是另外一个哎、欸，另外一个森林，也不是这个。那它家在哪里？最后一个吗？嗨，闹闹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不要啦，我今天玩的游戏刚好很想睡耶。等一下卡住了。卡地安安，嗨鸟，你刚不是来过了吗？哦，丑一。白色，他把它收起来，他把那个太强了吧？他变成一本书了，他魔法师哎、欸，丑一哦，我们刚刚打过招呼了。好，反正我们刚刚找了那么多的巢，鸟巢都没有他的家。我被闹闹丢过来了，所以是第二个我。没关系，刚好哄大家去睡觉。好啊，好啊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妈妈回来了，而且现在晚上11点，她发现她儿子还没睡觉，还没洗澡，还没写功课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会气死。闹闹安安，可恶！哇，妈妈很凶哎、欸。妈妈摇头。果然是恐怖游戏耶。没有，它不是恐怖，白痴哦、喔。不是恐怖游戏哦。等一下，这女人在找我，怕。觉得怕。所以我们现在是。哦。山神保护我。现在是谁？哎、欸，我怎么了？吓一跳。哦，我被我自己的笑声吓到，白痴哦、喔！嗨，嗨，婷婷，感谢 follow。对不起，卡弹。所以现在是我要干嘛？好，鸟拜拜，禽类拜拜。八七，白痴，我太久那个忘记了吗？好，我现在去上课。嗯，这有亮亮的吗？没有，去上课，完全忘记。看起来很像啊，不然骗呢。你看那个蚂蚁多可怕，没有蚂蚁啦，白痴哦、喔。哇，太久没有听到我的笑声了，我想说什么东西啦？什么女人呐、啊，在那边笑，可怕。哦，不是蚂蚁啦，白痴哦、喔。我把妈妈看成蚂蚁，白痴哦、喔。鸟在干嘛？被自己笑声吓到，没有，之前不会，之前已经习惯了。然后因为他刚刚，你看现在后面有两个疯女人在追我，我会觉得很可怕。第一次看台，先来去看个台龟，好哦，好有礼貌，真的好可爱哦，这么有礼貌，一定是女孩子。我明明就打妈妈，哪里蚂蚁？不是，我现在很紧张，我现在跟玩 Overwatch 一样紧张，好不好？这什么啦？白痴哦、喔！白痴！等一下，那是谁？这是我同学吗？哦，不是。靠腰，这是另外一个我哎、欸。现在怎样？好可怕、喔！我被附身，干！我是女的没错吧？还是从闹闹那边来的？我知道。我说那么可爱一定是女孩子，这么有礼貌一定是女孩子。欸、嘿。
就是恐怖游戏才会紧张，不要乱讲，这才不是恐怖游戏欸，才不是。有明天要上班的小朋友吗？上班，明天要上班的伙伴。十六等，你看看你，你到底是对我的米库亚做了什么？你又没什么讲话，你为什么会十六等？我很安静啊。你说说，嗨，嗨，刚刚日安啊，不要叫刚刚好了，星星啊，不要叫星星好了，嗨，二星日安，欢迎光临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女人闭嘴，她是一只鸟，然后要去兽医院。OK， 十六，你入股哦，入股，你入股，企鹅，好笑呢吼，入股，他真的是把米库亚买下来，我觉得他讲的话跟你差不多啊，没有，我觉得他讲的话跟之前的你差不多。所以如果等一下，我的鸟在哪里啊？哦，白鹫在我后面。所以我现在要带他去那个妈妈没有回来，动物医院，然后要带雨伞。好像很久没有升级了。有啦，你刚刚不是有升吗？还是我看错？我要上班，熊赶快去睡觉，快去睡觉啦！1点半，我连坐了4天跑去看电影，然后还不睡觉，明天8点要出门，不要啦！啊，他不跳水了，他一定是没心情跳水了。你8点要出门，这样子你要很早起吧？赶快去睡觉啦！我跟你讲，这游戏最后就没什么啦。其实是我自己忘记剧情了。赶快去睡觉，不要再看台了。哟，吹雪日安，我要走哪里？我忘记了，白痴哦。古董，他不想去动物医院。股东股谁？没有钱入股，没关系。什么？他把他抓进去耶？最后就是鲁夫当上火影，白痴哦。嗨，小狼，先说，明天早班还是晚班？等一下啦。过去的回忆历历在目，白痴哦，不要给我现在回忆这种事情了，好难过哦。白痴哦，好难过。没有，我本来可以休明天的。米库亚这边是500块，好，就知道你就是有给他钱啊，不用说了，不说了，别说了。他跑走了吗？他把雨伞丢掉。什么啦？什么？他变得好可怕哦，那小屁孩。等一下，那是他妈妈哎！哦，不是，那不是他妈妈，那是兽医。等一下，双面夹攻，好可怕哦！你们不要过来，不然我就跳下去了哦。他要逃避现实。我还有6小时可以睡，不要啦，6小时太短了。二星，赶快去睡，快去睡，赶快去睡。可是就不给休，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熊，你明天明明可以休，为什么不给休？嗨，鸟。嗨，鸟日安，好啦，晚安，熊，赶快去睡觉。
不然明天的你一定会很后悔今天现在的你在那边看热废台。这两个人是黑人吗？不是啦，他们只是比较黑啦。白痴，我被击中了啦，都你啦哦。哎、欸，还是他是故意的？这是导演要求吗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听天由命，我不闪躲。算了，他不是黑人啦，白痴哦、喔，躺床滑手机，拜拜拜拜，我想修不给修。啊，那你什么时候可以修？啊，什么？太大意了，熊晚安，赶快去睡觉。我不转弯、欸、真的是我不转弯，差点就唱出来了，真是的。等一下，小朋友掉下来了，我好怕，如果我给我妹玩这个游戏，她会不会每天都给我带一堆禽类回家。难过、哦，他的鸟晚安，本岛晚安，卡莉晚安，过年就休了，过年就要休了，什么时候除夕啊？嗯，有什么小朋友可以跟我说吗？等下我都叫你们小朋友，其实都比我大，是星期三除夕吗？还是星期四除夕啊？下个礼拜好像是蟹肉节，俄罗斯的那个，嗯，有点像，就是，就也算是就是冬天。现在是要干嘛？我要把它捡起来吗？不要闹哦，不是，送冬节，顾名思义就是把冬天送走。拜拜，熊晚安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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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星期三哦，星期三除夕吗？的后面一天啊，恶心，恶心，很 OK 哦，很可以。对，星期三的后面一天，星期三的明天，星期四是不是？好，星期四除夕，所以我得打电话回家。星期四，不是四吗？是吧？是吗？是吧？所以是不是啊？幼稚是吗？是吧？等一下黑屏看不到任何东西，拜托不要是 bug。fuck， 干白痴哦、喔，他跳掉了啦！靠呗。认错谁是啦？我是不是认错谁？你认错谁？你没有认错人啊。熊是塞恩吧？对啊，他是塞恩，是塞恩没错，是塞恩。Coin， 是塞恩，不是1517，不是他是硬币，是吗？是吧？是不是星期四？星期四打电话回，所以星期四是除夕，星期五是初一。然后有点大声欸，等我一下，我把它调一下。白痴哦、喔，他给我跳掉，他闪退、欸，我第一次玩游戏玩到这么生气气欸。好，来个开始，我们玩到第几章啊？嗯，找鸟，下雨天，我们从啊，应该是这边吧，最后一张了。拜托不要跳掉，拜托你不要跳掉，拜托你不要跳掉，不要啦！等一下，哦，好，怎样？好，现在我的鸟不见了。我自己玩。
跟这些小屁孩玩，然后他们觉得很好玩，然后就回去了。怎样？他是对我比中指吗？你怎样？啊？什么？他们在对我挥什么？在拜拜的意思吗？是，完全没有字幕，还可以选语系。哎，DJ 玉安，看，哎，你突破盲点哎。对耶，他没有字幕，但是他可以让我选语系耶。而且他语系很多，可能就是教你各国语言的。哎，树在动，我不转弯。可能就是，等一下你不是你要挡我的路可以，可是我。啊，我要往上走，可能就是教你各国语言的开始跟结束吧。我们等一下来看各国语言的开始跟结束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遇到了这只啊，之前的那个坐纸飞机的纸，恭喜嘟嘟十等。我们来走各国语言的开始选项，真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是往这里吗？对耶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该不会是要回忆吧？啊，回忆录哎，不要啦，我觉得这样会很难过哎，是因为这个游戏没有什么文字，你都必须要自己用心体会。可如果我想到是我跟 Taco 的话，嘎，幸好这不是狗，等一下，幸好这不是狗了。先去洗澡好了，爸爸。Alan 爸爸，嗨，花月千娇日啊，欢迎光临。你好啊。哦，一想到是他，我就觉得很难过。等一下，那个上面本来是禁止宠物欸，现在变成那个，现在变成一般的公布栏。唉，你想想，一起相处很久的伙伴突然走了，我觉得不管是什么都会。等一下，他这个是没有画好吗？他变成超级平面欸。不管是跟朋友吵架绝交，还是分手，唉，把我鸟还来哦，把我的禽类还来哦，一堆纸条欸，之前我跟我爸妈。有时候也是用纸条在沟通，因为太忙了，不然就是打电话。是我很想知道欸，喂禽类到底要喂什么啊？哇，里面已经没有鸟了，好难过哦，那只鸟不见了。还是帮他装水耶，他没有因为他不见他就把他收起来，他觉得他还会再回来，好难过、啊。我明就玩过一次，为什么搞得好像第一次玩一样？我还在啊，白痴哦、喔。好，鸟还在，我就差不多快结束了。想不到这游戏可以玩一个小时哎，等一下去泡泡面。泡面，唉，结果他会不会离家出走多日不见，回来直接带一个妹子，鸟妹子？天气好冷，好想泡澡，我也想泡澡，
我已经把泡温泉跟泡澡、泡澡、泡汤记在我的小本本里面了。我打算回台湾就要去泡澡。我有在这边买 Lush 的那个沐浴球，可是我们家不是我们家，我就是宿舍的那个浴缸很大，我觉得好浪费水哦。但我在想，可能可以之后要准备搬家的时候吧。我的房间变色块了哎。搬澡、泡澡啦。闭嘴哦！我等一下，我哪有讲搬澡？我讲搬澡吗？我不是讲泡澡吗？小精灵知道2月14是什么日子吗？我知道啊，不是情人节吗？总长快两个小时吧，差不多快两个小时了，现在1小时30分。可是因为我前面有当掉，然后又有拉塞啊干嘛的，我觉得游戏真正玩起来应该，等一下他回来了，我觉得游戏玩起来应该三四十分而已吧，30分我觉得。他回来了，然后干他真的还带了另外一个妹子来啊，或是男的也是有可能啦，不知道啦，他对我撇了撇嘴，他就往前飞了。带他那臃肿的肚子，正高兴交到的女朋友或是男朋友，你不要那么没礼貌好不好？不要用你的那翅膀，收起你的翅膀哦，不要用你那个翅膀指着我。泡啊，搬澡是普通不过的礼拜三，呼呼呼。如果你是打泰语的话，那就是普通不过的礼拜三，哈哈哈。好啦，可以啦，没有情人的就不用过啦。就像你不是那天生日，你当然就不会过别人的生日嘛，对不对？你不是基督教的，就不会过圣诞节啊。等一下，他雕什么？啊，他雕我传的。我丢的那个纸飞机，就像是跟狗狗一起玩，你丢我捡，就他都学不会。结果之后他带了另外一个伴侣回来之后，他就把那个球还给你了。是除夕的前一天，对，没错，除夕的前一天，是2月的第14天。说好不提的，我们才没有说好呢。好啦，我知道啦。好啦，你走吧，亲爱的鸟。亲爱的禽类，跟你的大肚子女友一起生活吧。哎，情人节 ，Ken Reeves Gao Music by， 也是他们两个。玩完了，好结局，就它就是一个剧情，让你那个，一个小男孩与一只鸟的故事。从相遇到，从不对，相遇相处，然后之后就是到分开。我觉得就是一些，如果自己有养鸟的话，应该就会蛮有那个的，可以过行宪纪念日。对，可以过行宪纪念日，如果你想过的话。我哭了，我哭点好低哦。等一下，本讨你太可爱了吧，不要哭啦。 A Bird Story 最后还是单身狗，真的。你说那个小男孩对不对？谁没讲自己精灵使者？没事没事，有一种还好我没仔细看的感觉。为什么明明玩的人说话这么呛？我才没有呛，我今天就没喝。哦，对对啦，我今天没喝啦。Q， 谁啦？不哭不哭，情人节更想哭，干超坏，现充超坏啊！干啊，这个地方我们没有来过，所以没有找到他。企鹅现充来追你们啦，大家他来追你们哦。
捂住，用手圈住嘴巴，大喊：“我有老婆了，不怕。”Twice。不行啊，你要选一个啊！你要选一个，是不是？我们破了。好，早上了，他在这边站一整夜。哭了还得了？等一下，鸟，你会哭吗？这个你会哭吗？可是我刚刚如果是把它带入就是是狗狗的话，我真的还是会，我真的还真的会哭欸，因为家里就有养狗，所以，唉，可是好的是，等下你可以看，欸，它有，它这是更新吗？它以前没有欸。Fighting Paradise， 将来的某一天。他是小男孩，欸，他有预告欸，等一下啦，他有预告欸，他以前没有预告的，我记得。如果你们有玩过或是有看过我之前玩的 Jude Moon 的话，他就是，我觉得他，应该说 A Bird Story 跟 Jude Moon 没有相关，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 Fighting Paradise 就有点像是A Bird Story 跟 To the Moon 的续集。对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台主。不要，我不要 ESC， 我要给大家看那个啦。关台科可以放地质吗？可以，希望不要消音，消音我就打你。应该不会消吧？我不要关掉它啦。九个都是我婆，没仔细看不清楚。没仔细看，不确定，应该是会啊。我不要放大，我还好欸，可因为我在那边一直乱讲话吧。是要出新游戏吗？对啊，你说之前我玩的时候，我不记得他有那个欸 Fighting Paradise， 然后。现在 Fighting Paradise 出了，所以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更新还是怎样。但它现在就有预告，我觉得还蛮酷的。熊熊之前有玩啊 Fighting Paradise， 但是因为 我之后也想要买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只有挂着听台，然后我没有很仔细看。恭喜一等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这是谁儿？恭喜二星一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各国的那个。我们先来看，我们先从左边，意大利。好，不会念，不会念。Indonesia， 不会，我不会念啊，不会念啊。开税啦！日本，我不会念。我不会念日文，我不会，对不起。其实我没有一个语言会念啊，白痴！我只是想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什么？它就只有 fin 而已吗？太酷了吧！法文。好，也是不会念。什么西加卡基跟马吉基吗？是吗？马吉基吗？乱念 begin 跟 end 好。这是很正常的，不会念。等一下，表姐打我，教了我就不会念了。好，这可以了，这我会了，拿出来跟他扛镊子。而且重点是，他写的都是名词，就是开始跟结束，不是。开始游戏跟结束游戏，有点像开端跟结尾的感觉。如果那只鸟没有回来，然后小男孩就一直放饲料放到老死，你就会哭了，是不是？两点了，开睡咯，大家晚安。两点咯，该睡了。QQ， 嗨，天空蓝，差不多吧。我的韩文还给可爱的老师了，呜。
我是，我不知道啊。西加卡给，我也不知道。嗨，便当安安，请问还是我可以念？等一下，我要先确保一下这边，我要先确保一下这边没有俄国人。这边有俄国人吗 ？Previate。好，我们等一下那个，应该是没有俄国人啦。Sukablyat。好，念完了。而且你前面是打俄文吗？你前面打也不算是俄文，就是长得很像俄文的英文，然后后面是打拼音欸。怎么了？虽然我也会用英文打俄文 ，Suka。好，不要骂脏话。然后 Nachala 跟 Kanet， 还有开始跟结束。然后不会念，然后这也不会念，好酷哦，很多语言呢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1个。好啦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韩文感觉跟 bopomofo 很像，什么意思？你说注音符号吗？就是圈圈、一直线之类的，它装水而已，没饲料，白痴哦。是没错啦，是没错啦。我想听可爱的卡莉娜骂脏话。这有点难哦。我可以给你听卡莉娜骂脏话，但是没办法给你看可爱的，没办法让你听可爱的卡莉娜骂脏话。你要等一下，可爱的卡莉娜还没有变成可爱的卡莉娜，不对，对，卡莉娜还没有变成可爱的卡莉娜，经验值还不足，不好意思。恭喜 UQ 一等，你要用中国腔开始，我不会，我没有他们那个腔调啊。这种就需要我们的鹅来了，好不好？鹅来开始结束一下。重点是 blat 那个很不好发啊，就是 blat。可后面它后面有点，就是因为后面是，它的结尾是有软音符号，是你轻轻的带过就好了，就是 blat， 甚至你可以就 suka blat， 就这样子 suka blat。但是有时候结尾很重要，所以我觉得学的时候还是要念好念满，那是天生技，不用经验值。没有，你认错人，来干嘛？来用没有刚刚有中文，然后写着开始跟结束，然后鸟就说你要用腔调，国人的腔调讲开始跟结束，我就说我没办法，我只能就是我没办法，我没有那个腔调，我说这个要叫鹅来。学国人讲话很简单，我就不会啊。小哥哥，我每次看那个什么那个 YouTube， 我觉得快笑死了。怎样？我不是国人啊，我是歧视国人。好，可以。我们你知道听地字是不是？我找嘛，地字。好啦，我现在开了1小时40分，差不多吧。等一下去泡泡面，泡泡么？我歧视败类，太歧视了吧？败类是指哪些啊？本岛像哪种算是败类？啾啾啾，白痴哦！希望不要小赢，我要先拿好泡面。地质，我好开心哦，我好多泡面哦。等一下，我要来吃这个什么满汉大餐葱烧牛肉面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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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有肉欸，3包而已耶。那我一个月吃一包，3月吃一包，4月吃一包。好，可以，3月吃一包，4月吃一包，4月，然后5月表姐来 ，OK， 非常好。地址，太靠近室友跟新室友的男生，谁啊？谁是？
哦，败类是指太靠近室友跟性室友男生，是不是？我想一下，有谁可以同时间靠近他们？很多人呢、啊，室友跟新室友都是我大学同学。你是要把我大学同学的男生都杀了吗？大学男同学杀了是不是？我这辈子对我同学说过最难听的话就是你跟黄安是同一种人，这样子算过分吗？我们来看看我们最过分的鹅鹅来讲一句，每天一直 cue 他，感觉他快睡着了。黄安是同一种人啊，嘿、欸，真的，我不应该这个时间打开 YouTube。看到一堆食物哎、欸，地质，你那边有办法玩到明星三缺一吗？明星三缺一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怎样是可以揪是不是？好久没有玩这个明星三缺一、明星花露水、明星咖啡馆。地质，对不起，我只会念最后一句。地质，哇，明星三缺一 online， 唯武独尊，王牌接龙，超级比一比，明星大老二，明星十三只骰子，洗发乐，王牌梭哈，这是什么啊 ？Game Tower， 怎么了？明星三缺一，我不太会玩。明星三缺一算是麻将对不对？我不太会玩麻将。地质要选哪一个比较啊？比较好？鸟鸟模仿秀首部曲地质啾啾啾是吗？是这个吗？好，你说新北某大都败类，白痴哦！最难听的话我还真的忘了。黄安是败类啊，恶心自缺的败类，来打啊！反正我牌运超差，不行啊！我现在没办法跟你在那边打牌啦，不行不行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回去可能有机会，给个机会，让我回去再那个好不好？哪一个？你们想要听？你们想要听哪一个？还是你直接贴啊？不要好了，我现在不在聊天室里面，那我直接放了。我从第一个开始放，你们如果不喜欢的我就换歌好不好？我怕很大声，等我一下哦。Yeah， 这首歌我要献给我的好朋友李美花。我觉得一定会被消音，好好你们这群奇葩人。我今天玩游戏就是为了要留 VOD 的，被消音你就完蛋，就帮我剪。Yeah， 哎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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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好累哦！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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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了，我之前推的小游戏还能实况看看吗？好啊，好啊，我把它存起来。我还是很不懂为什么实况网页小话，实况网页小游戏还会卡。哎，他重复了。刚刚我已经没有，因为他
一首地质啾啾啾。哎、欸，他重复了，等一下，你们想听第二首吗？应该是差不多，应该是，哎、欸， yeah, 这是哦，这是二部曲，好，我来好不好？二部曲。Yeah, 刚刚我已经给林美花一首地质。因为可能是因为是网页小游戏，一定因为我一定会开 Google Chrome， 所以我一定会开一个画一个。如果你以为我只会地质的话，开那个一个网网页。然后就是他可能就是就是有转场什么的，所以他就会卡。等一下，我OK 哦，如果刚刚那一名超听不懂的话，没有关系，这很好笑，我再来一次。Yeah， 鸽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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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累哦。鸽子，你这么笑那么开心，开始让我有点担心了。为什么？这很好笑。混叫，混叫，我可以转台了吗？没有，你想转就转啊。这是鸽子吧？这是鸽子啊，混叫。我可以来首 Twice 的洗耳朵吗？这首真的是不行。麦一定会被消音。不然你们，不然你想一首 Twice 有关鸟的，我就让你放。怎么样？恭喜天空蓝六等。不要秒剑感应 ，No， 不要不要 ，No。哦，又快笑死了。啊，昏叫。怎么样？笑死欸，看，你有想到什么有关有关那个的鸟鸟模仿秀二部曲？鸽子呼噜噜，这其实赖皮不只会地质，他还会鸽子，快笑死了！哇，大雪山地质养的比鸡肥，太胖了吧？好胖哦，他长得跟火鸡一样欸，地质爱的表现长什么样都有点想看。惊艳千元超上的国鸟地质平平线中太平山地质，我快笑死了，真的 太好笑了。那我们就这样咯，就差不多这样咯，我要关了哟，好多地质哦，干想不到是不是？我不然想不到，完蛋了，那应该就是没有啦，怎么会有跟鸟有关的歌啊？没有鸟的歌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差不多咯，那我们就要关掉了，关台哦。刚来，我是一只小鸟。不要关啦、啊、哈哈哈哈哈，为什么不要关？为什么不关？那个安，怎样？我看一下现在几点，地质，现在中午11点，你是刚起床吗，大哥？
我刚来，嗨，我们都要睡了。他们啦，他们都要睡了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。好了，让你们听一下，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。地质，有关鸟的。我是一只小小鸟。你要听特别哪一个版本？等一下，我觉得真的会被消音欸，绝对会被消。刚起床，小心消音，我很怕会消音欸。不要关啊！为什么不要关？现在十点吗？看一下。真的欸。我现在九点。地质。升级了，可以关了，白痴！恭喜升级，恭喜鸟升级。小小鸟，我不知道欸。这不然就看一下，我放一下子就好，好了，一下子。好，这个。我现在一直卡痰呐，白痴哦！会不会被消音呢？我把它放好、放满、放好，就是两个小时好了。好慢哦！我可以加快吗？怎么样也飞不高。还有 remix 版吗？对不起，我听习惯 remix 了，听习惯电影版。没有欸，你们听得到音乐吗？我看一下我的满汉大餐，好期待哦！葱烧牛肉面，我刚好有葱，我可以加欸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。500毫升的水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再加一点菜。听得到这首歌，哭哭，恭喜七儿八的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卡莉在台湾。没有啦，我没有在台湾啦，我还在彼得堡，还在俄罗斯啊。我说他们啦，他们两点了。我现在晚上九点而已。八了可以关了。等一下，你要不要直接下次再拼八的，是不是？升级耶。不是 Naga， 你不觉得我今天的画质很好吗？不行，我得放一下，我要放个图片让你们那个一下。以为开玩笑哦，放个，你们现在应该画面是暗的吧？我不能放太亮的，不然你们眼睛会痛。我想一下要放什么哟，我看有没有音乐的。怎么会有牛肉面？没有啦，我吃泡面，满汉大餐。我想要吃泡面，想要吃汤面。我们要回台湾，我下一次回台湾是……等一下，我没有二月的，我下一次回台湾是八月。要放什么给你们？等一下，我没有存照片吗？不要跟我开玩笑。我没有放二月的吗？好吧，给你们放一下我们之前很喜欢吃的沙拉，但是它倒了。
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这样的要求还是我听错了，有的是牛肉面，准确的说应该是2:20。好啦，有啦，很准确，2:20。我只看得到字啊，瑞克送你电脑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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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我以为你可以看那个啊，你看我的那个聊天室的字看起来很清楚，怎么可能瑞克送我电脑？白痴哦，瑞克没有啦，没有，我改了编码啊。瑞克帮我改编码，因为桌垫跟笔垫有点差，所以他就是跟我说，我可以调一下 OBS， 就是那个系统 OBS 的一些设定。恭喜瑞秋十等，彼得堡有卖台湾泡面哦，饿了干，没有啦，我那个。等一下，我突然，等一下突然当掉。看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什么？我看到面，白痴哦！而且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！而且是什么？心太软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是这首歌吗？什么？彼得堡有卖台湾泡面哦？没有啊，白痴哦！当然是男朋友寄来的啊，泡面包裹。哇，卡莉 HD， 你说我吗？对啊，那是我，是室友 HD， 不是，那对面是我，那不是室友，室友那时候是短头发，你那菜逼吧，还说是室友粉。改哪个编码 ？QHV， 好复杂哦，没有，就是他就是叫我改那个，就是输出，怎么感觉你念的好像跟我看到的差不多，就是那个什么 quick sync， 然后什么 H264 什么的。然后他就是叫我把那个编码器改掉，改成就是另外一个那个东西。超酷的，本来用的那个编码器就是会让我的电脑很卡，甚至我不能用就是高画质的，就是高画质，其实现在也没有到很高画质，就是不能用就是比较清楚的，但是现在改了这个就变得就是好多了。我觉得这样有点丑欸，就是那个照片，我把它缩小，把它缩小。这样好了。你为了展示画质用食物伤害我们是可以的吗？开玩笑哦，不开玩笑了。我这哪是用照片伤害你们？你们没有看过用照片伤害你们的那个？没有啦，我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这是什么照片？我有点怕。我没有想要用照片伤害你们，我想跟你们分享啊，你们，我想说给你们看解析度啊，有吗？有很高清吗？不够高清的话，我在其他的照片哦，不怕好不好？好，我不要放食物嘛，不放食物，不放食物，不然你们等一下又说什么？我放建筑好不好？放建筑，放建筑。还是你们想要看其他的？这个，这可以吗？这可以吗？运费超贵，超贵的啊！白痴哦、喔，我觉得运费超贵的。寄来，我忘记几公斤了，看我的脑袋都在记什么。7公斤吗？8公斤、9公斤，我忘记了，运费超贵。然后我表姐还要再寄一个给我，我觉得超开心的。我现在有很多的，我想要看一下我的包裹什么时候来。而且我在想，可能是因为事主的关系，他们本来包裹寄来这边要4个礼拜，
快要一个月，他们现在两个礼拜就来了，超迅速。点进来之后被食物攻击的受到重创，不要这样子啦，害阿猫，阿猫你明天不用上班吗？难怪袖子很紧。好，没关系，让你嘴，我是没错啦，我就是没有室友那么瘦啊，没有错啦，是我啦，我啦，是我啦。好啦，我们放个歌，就这样结束。这是什么邪物？有有有，谢谢，开心。那既然有的话，那我就再放其他食物好了，不然你们又在说我都一直吃。等一下，我二月不见了欸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二月不见了，2018的二月不见了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二月的东西不见了啦？好想哭啊，好想哭啊，想哭。我看一下我的。好，帮我放可爱的东西好不好？放可爱的狗好不好？放狗放啊，它歪掉了，那不要好了。不妥不妥。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。因为我不知道放什么啊，你们就不要刁难了。等一下，我一直卡痰啦，我今天一直卡痰。我觉得我之前吃的都没有到很好吃欸，我觉得我去年吃的好像比较好，那我还是放去年的食物好了。正在处理中。好啦，放花花生理智好不好？什么阿猫晚安？哎，我没有看到你们的留言，说出来就不是默默的了。狗，你怎么这么黄？它本来就是黄狗啊，白痴哦！这些狗肝不好，黄疸，白痴哦！哎，我没有看到你们的留言哎，糟糕！刚刚我中间有什么东西？哎，我是不是有跳过留言？怎么办？讲到可爱就想到可爱招叉叉，什么可爱招什么招嫉妒吗？还是什么骗欸，这是食物啊，我没有说我不放食物啊，我说要放可爱，要放漂亮的东西给你们回礼之。欸，我没有看到刚刚开什么玩笑，没有看到。嘟嘟嘟嘟，这是之前喝的那个玫瑰。好啦，差不多要关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继续开，我要去吃饭了。OK， 这很可以，还可以吧？这不是很令人就是会食指大动的那一种，可是就还蛮漂亮的花花，是不是？让我看一下我刚刚有没有跳过什么那个留言，然后我们差不多就来睡觉咯，该睡的睡，该起床的起床，该吃东西的吃东西，该那个，等一下，不是为什么我都会留绿边啊，为什么我的实况都会有绿色的边，不管是在上面还是下面。哦，看到留言了，4.8哦，4.8公斤，然后1900，超贵，我觉得很贵。是哦，我觉得很贵，我觉得很贵。妈妈说明天要上班，所以默默的死去了。好啦，白痴，阿猫晚安。记得吃菜，好啦，我会加大白菜，大白菜。最近很少吃菜，我觉得。狗，你怎么那么黄？好啦，晚安。
又是新的歌了，真的很讨厌哎，不应该又放新的歌的。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没看到绿边啊，哪里有绿边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可是为什么我有看到？就是你们，我看 VOD 有绿色的边哎，就是在最右边，就是你看那个图片，我图片后面，图片旁边不是有留一个黑色的边吗？那个黑色的边它刚刚变成绿色的边，然后我想说哈，为什么是绿色的边？然后那天。昨天我开千层面的时候，我底下也会有绿色的边，然后觉得好丑哦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是上传影片的关系还是怎样，它就变得很丑。荧幕截图贴上来看看啊。好啊，我给你们看，就是看一下我怎么给你们看。那很丑，不知道是不是上传影片，还是我那时候以为是就是我哪里有问题？给你们看，等我一下，我截个，你们听个歌。好，咔嚓，然后我现在。回去给你们看我觉得是你电脑的问题，我看 VOD 没有，可是我用手机看，欸，我看一下，我用手机看看有没有，是我电脑问题吗？看一下我用手机啊，不要好了，既然你说没问题，那就是没问题。我超懒的啦，那应该就是我电脑的问题了，很超懒。那没问，那你们看没问题就没问题了，我没有关系啦，毕竟是我电脑问题的。好啦，那我差不多啦，我们该睡觉啦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我要去吃饭了，换电脑哦。有啦，本来就会换电脑，但让我等一下嘛，我自己也不是不知道电脑的问题，就是很麻烦，现在没办法换，在这边什么的。大家晚安，赶快去睡觉，感谢大家今天陪我在那边玩这个没有字幕、完全没有对话的游戏，而且音乐还这么轻柔，非常谢谢大家。然后等一下不要再放新歌了，拜托。然后就是。大家就快去睡吧，谢谢大家今天这么晚还陪聊，晚安，晚餐要吃饱慢用，好，谢谢阿猫，哇，阿猫赶快去睡啦，明天不是要上班，可能是有什么没更新到吧，晚安，晚安，大家晚安，谢啦，拜拜。